喂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去巴黎了。巴黎，等我，让我来攻略。耶，出发！哇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我们桃园第二航向。对。现在是晚上的9:30，我们是。50的相当可怕的一个时间啊，11:50。我们现在先去登机，这里是哪里？吃饭，导游带路。哇，好复杂的图。我们来走走看我们的航班吗？对，在哪里？哦，哇哦。我们去这里就好，留球。哇，20万，20万在那里。哎呦，今天穿得很。哎呦，是感觉要去巴黎的人哦。大厅，我们的哇，这怎么念？这个黄这是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字是怎么念？黄旁边的那个字，黄喜哦，黄喜、黄喜商务，好丢脸。地图跟着进去贵宾室，会有什么？会有很多其他贵宾。那听说有吃的，我们已经准备好要打包了。听说有洗澡的，我洗两次。通过安检了，现在我们往贵宾室出发。哇，好多酒哦！我的天啊，全部都不要给我跑！你是要买吗？我尝试喝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买，那是传说中的贵宾室吗？我已经饿爆了，我赶快去！哎呦，哦，走好快！哎呦，淋浴间呢？真的？哇！哇，肉包！哇，鸡翅、意大利面！哇，白饭，白饭，竟然是白饭！哦，免费吗？这是我们的晚餐啊、哦，晚餐，饿到现在没有吃，就是专门省一餐，省到20万里面。等一下机上也会有一餐，所以我拿一点点而已。你说酒吗？毕竟不可以到那里赎罪，我老婆可能会不太开心。哎，扒饭，孕妇饿到了，很饿，超饿，4点就没吃了，一直到现在，第二碗粥，好。这里还有红酒跟威士忌，还有一些蛋糕。各位，他们的飞机有一点点小小的误点，三杯威士忌。你不要喝太多，飞机上还有。哦，飞机上还有是吗？会不会是20万的威力？他们奔跑的法国小男孩，登机。谢谢。他有附一个枕头跟，应该是棉被吧。哦。因为之前坐经济舱，好像一般的都是那种小颗的。对，这个是可以罩住耳朵的。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机上都有提供那种拖鞋啊，穿起来蛮舒适的。哦，他们马上会有服务人员过来问你要不要喝什么，当然是先点了一个气泡酒。先帮您上一下气泡酒。哦，谢谢。这个一上来就开始喝酒。他原本是问杯的，我原本是想要甜的，你知道吗？脑还好吗？哇，这个是游戏机吗？还是控制这台荧幕的？骗人，明明就没有动。哦，这预计我们要飞14个小时，有43分钟。这个大概跟我跳的时候差不多，这个时速大概跟我全力奔跑差不多。Oh my god！谢谢。你也都睡衣了。这谁？这是吴志刚联名睡衣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刚很熟，阿刚。哦，连父亲节礼物都买好。
又拿到免费的东西了，过夜包哦，就有一些牙刷啊、牙膏、梳子之类的。各位，这有一个躺平的按钮，一直按，它就一直帮你躺平。看看我的脚，哇！哇哦，各位，我的前菜来了！哇，这个也好像也是前菜，主餐还没来，我都快饱了。对，我刚刚要一点白酒，它的酒是可以一直。哇，各位，在半夜两点的时候，我的主餐来了，我们的带骨猪肋排配香草芥末子酱，好不好？半夜两点的宵夜是这个，半夜两点充满幸福的笑容。非常软嫩的一个猪肋排，听说如果你跟他说你还想再吃，可以再点一份。我是不用试啊，一份就饱了。半夜两点半的甜点综合水果配上我们的杏桃塔吧。第一次吃饭吃到很想睡觉。他们还有一个铺床垫的服务，铺好的床垫，在半夜大概2:40左右，我们终于可以睡觉了。给这么大方，他不管你用不用得完，就直接给你一罐。那应该很便宜吧？那我们婚礼也有啊。不是，你从昨天我们就在贵宾室吃东西了，10个小时你都没刷牙。我的牙刷呢？我已经饱了，你肚子在那上。又上菜了，我的早餐是粥。好像吃很多齁，我感觉我在飞机上已经先胖了5公斤了。贵宾室开始吃，吃完一上飞机又在吃。各位，我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尿尿，看到我老婆在吃东西。为什么你又在吃？所以半夜肚子饿可以给他们要东西吃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直吃。13度，你穿这样，小姐。哦，你要准备外套。我刚才去厕所，再穿了一件发热，已经觉得现在有在发热。哦，我们到了巴黎。哇哦，头等舱结束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它体验真的很棒哎，它就是可以完全平躺这样睡觉。对，真的会差很多。而且酒无限喝，东西可以一直吃哎，饿了跟他讲，他用给你吃。怪你姐会说一坐就回不去了。就是我们礼拜天回来的时候，能不能也是坐头等？人一生做一次就好了，我们要让它成为一个怀念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我们头等舱的影片。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很多在巴黎的影片，大家敬请期待。期待。